但是台湾是一个欠资源的国家。台湾有什么？敢若有土地，啊，甲老百姓了了嘛，对不对？台湾有土炭无？无啊。台湾有石油无？台湾有能源无？各项拢无嘛。要靠啥？就靠家己来拼嘛，对不对？简单来讲，在即我开始也是我有咧讲起，台湾敢若一只迄个烂的即帆船同款啊，一只细只船啊，在太平洋中间，在即只船啊要安怎安全？这就是咱家己落去努力的所在啊！哦，唔是做一只迄铁达尼号的大只船啊，迄大只表面上好看啊，敢若去弄落去冰。那个应该如何应对？找到有利的发展的方向。现在正是咱关键的时刻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佫出一个总统呢？拢你家己的感觉，唔好想我老百姓想安怎？敢若伊有感觉，我感觉安尼，我感觉迄是你的代志啊。老百姓，你现在呢？无信心吗？今仔日报纸看起来，大家大学毕业生拢要去做公务员啊。理由真简单啦，伊讲唔免烦恼，风抬头啊，无头路啊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啊做公务员都为我都为事啊，啊，这都是表示现在台湾的困难所在啊，啊，所以即只呢，我就是要来开始哦，一项一项，可能今仔日讲的较。讲较侪啦，吼，分九点，九项，说明予恁大家，你来看，是第一大项就区域经济检讨，咱直接已经大家共同已经讨论过啊。现在世界各国拢透过签订 FTA 来达成区域的经济整合，拓展市场，台湾应该啊推动较主要贸易。主要贸易对象签订经济整合的协议，包括美国、日本、澳门、甲东南亚，不同单独依赖这个中国。一化唔是经济协议呢，名义讲起来经济协议，政治协议嘛，对不对？无达成啊，任何的政治协议应该做的代志，拢无你讲嘛。哦，用安尼去骗台湾的老百姓。嘛有王政府无法度咧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啊，以免台湾的资金啊、甲人才啊，要加速流向中国，一化也应该倒转来 WTO 的这个架构下来进行，这是我的主张的。台湾老早就是 WTO 的会员，为什么不参加这個？台湾不是香港呢，也不是澳门呢？哎，澳门甲香港啊，去做一个什么一个化政治协议？台湾的主权还阁存在啊？台湾主权是台湾老百姓手内啦，对不对？在即个签订经济整合的协议同时啊，应该评估对台湾的效益是啥物？得了解嘛？台湾是看一个化清理了。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也无增加，啊，对台湾也无任何帮助，啊，也是政治协议本身的，实在讲起，收挂线的这重要物件的这出口进口，无讲到半句话，对受害产业要安怎协助啊？辅导升级，协商过程啊。更加加强透明化，受国会啊监督啦。我爱讲的哦，国会啦监督才对啦。这是国家的大代志啊，莫讲一个人在你发展。
第二项的问题啊，国际金融自由化甲整合的问题，哇，这大问题！整个世界经济、产业经济，而且产业资本本身啊呢，长久受了这进步的这国家、现代国家的北下了后，北下这个落后的国家的劳动力，吼、哦，钱赚啦，累积起来了。哦，钱足济啊！钱足济，伊要安怎？伊就变空啊！用这个钱哦，要安怎来？哦，搁赚钱，赚钱，钱累积，哦，安尼就是现在的做法。在全球化甲贸易自由的，哦，我拄仔你讲起哦，全球化一个真好个名字，哦，啊，搁贸易自由，搁讲自由，多数的人都认为金融自由化甲贸易自由化。同款啊，对经济发展啊，足有帮助，有帮助一点啦。但是歹部分拢无你讲起啊，唔知，并无考虑国际金融自由带来的这高的风险啦，对不对？风险一个来呢，来拢总无去哦。哦，我唔免讲我，我无买迄款的什么基金啦吼，真侪人比。朋友吼，有买基金的，伊嘛你讲，好，唔知，较早赚的钱安尼，吼，做一个了了了去，阮点点点有诶嘛讲无诶。欧美国家啦，将信用较差诶，信用无好诶物件，风险悬诶，即个负债啊，借款啊，用即负债借款啊，得甲包装起来，变成各式各样诶金融诶商品，对毋对？即才有怪啦。负债啦变商品，商品都叫你买，啊，伊都去变东变西啦，利息都甲你提高管管管，啊，你都看利息，哎呀，台湾才1.5%尔尔，哎呀，9%是哦，啊，大家都加起往买，啊，咱的银行啊，哦，我请规大撮的利专啦，利专吼，利专啦，哦，利专都到处都去买吼，啊，叫伊都买，啊，但是倒啥人要倒？都遐老百姓嘛，对不对？各种金融的商品了后，卖予全世界。台湾的银行啊，无了解这款的风险，靠卖这个欧美的这个借款啊来赚钱嘛。我无甲了解吼，差不多9%、8%拢有无同款的利息啊，有法度这基金嘛买落去。你也甲讲，哎。这期啊，赚偌济？诶，银行甲你收偌济？你知？差不多40%。我看呢，唔到8%、9%，9%，台湾的钱1.5%，啊，都差不多赚差不多7.5%，啊，银行差不多诶，甲你赚呢3%、3-4%去，啊，和你这个买人本身呢，和你赚差不多是。较无一半啦，安尼大家都欢喜啊，有加赚钱嘛，对不对？一旦啊信用啊、贷款啊有违约啊，就会发生啊连锁性的金融的危机啊。美国那个是次贷风波，次贷风波就是我拄啊，这个拄啊你讲起啊，这个 subprime 啊吼。美国讲起来哦，敢若真好听 ，subprime 哦 ，prime 上好的有利的条件 ，sub 就是第二个尔尔，唔是上好，不过加减嘛，大家有利的啊，就这个次贷风波啊，就是这种的金融风波的典型的代表啦，典型的代表，所以有一寡国家啦，已经啊开始意识。这款的风险，关切国际间的资本的移动，这咱这次的讨论会应该有讲起。资本是自由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国家的立场讲起来，唔是安尼个自由哦，你嘛着限制空间呢，哎，用各种方式来个限制，哦，外资要进来台湾，看偌济。看伊要走的是要安怎？
这应该有一个规则放的才对嘛，对不对？这款的情形下，就是咱的应该政府啊，就是对这些资本自由流动的问题，限制伊有法度有规则来处理问题才对啦，对不对？无啊，都国家要安怎？无赚偌济钱啊，那丢了拢无了了的。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的债务的风险，债务风暴。这部过去啊，各国在高度成长的环境下，采取错误的财政政策啊，致使财政红字啊愈来愈悬。金融部分啊，将金钱啊当作商品啊买啊，操作，形成啊泡沫经济现象出来。台湾嘛，实在讲个，差一点都要倒落去吼。我唔免讲，一块人民币嘛，40块，升达25块的时啊，我唔知我代做，真侪即教授啊，帮助我，一块人民币40块新台币，叫咱都升达到25块，你要安怎？陈波这几家嘛，你啊问就知影，伊讲，通货膨胀哦，安尼变落高点呢，台湾会害哦。我们要安怎？因啊，大认真嘞呢。提十四项的长期短期的方法啊，来好法啦。但是我这個做副总统，无甚物管啦，我都交予总统啊。哎呦，风险来哦，我交伊啊，都予迄当阵嘞，行政院长啊，余国华先生呐，啊，伊都看一个，14条遐尼济。要改革困难做些，干那改几条啦？改几条啥？你知吗？外币摕到了后，唔免着去中央银行啊，会使存放的商业银行，对不对啊？哦，陈博士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台湾啊，无发生通货膨胀啊，你遐个钱啊，外币大家钱买钱的时代嘛，对不对？看新台币40块升到25块的时候，有法度赚60%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款的情形下的时候，这老百姓，下死命，大家嘛要去，这买新台币啊，外币啊，摕来给这中央银行啊，中央银行啊，就是印啊，卡钞票印，通货膨胀啊，日本啊，6年。1985年，250块一块人民币，250块日币，升达150块。日本拢无手段，拢无用，伊也无安要安怎拢无影。实在讲起来，日本经济学者比咱较侪咧，啊，咱的经济学者较少咧，啊，咱搁较优秀啦，对不对？咱都知影讲，这通货膨胀啊，这应该都甲解决好些。所以迄当阵咧，无通货膨胀啊。消化物价有普通了，因为啊，大家要买新台币嘛，对不对？买新台币赚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款的情形下是，咱实在讲是怎呢？来感谢咱所有的这学者吼，迄当阵学者6、7个啊，还佫伫个哦，加起来互人学了一下啊。台湾是安尼过日来咧，唔是总统你家己你变咧，你靠这学者，靠这优秀的人才哦，你一步一步来，啊，到啊1997年，新台币迄落亚洲的金融危机来的时候，迄当时就问题就来啊，我就开始发挥啊，迄当时总唔是副总统啊，迄当总统嘛。我就开始讲啊，行政院长、经济部长，无财政部长、中央银行总裁，请伊来，就解问啊，什么叫做钱啊 ？What is money? Money is goods。就直接开始啊，直接开始了后，怎样呢？要安怎？外汇好落啦，25块落到200块，
我讲过计过六啊，过六啊，六啊三十四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湾都无收了，韩国啦，吼、哦，泰国啦，大问题拢无发生啊。外币唔敢走啊，外币也走会了嘛，对不对？汇率都降低落去嘛，啊，这都是我伫讲看台湾现在股票市场，你也看得知。哎，你外币也走入来就去，外币也走出去就去，真戆啊！嘿，即搭呢，甲变好去，大家了钱都唔敢去去买啦，买嘛就应该有一个限度啦。这都是资本的流动的自由化，应该有一个法则才对啦。这讲话讲到这为止，即马讲咱这几年来咱的国家的财政啊，支出啦、红字啦，一年一年一年增加起来，预算啦太过浪费，特别医生哦，你知影？特别医生啊，破坏这个医生的制度啦，特别医生、特别预算，哦，这都是破坏咱全国的一块呢。税收啊减少，国家对。高所得者的这个减税，上厉害是啥呢？最近大家应该知影，遗产税啊，60%的遗产税，佮降低10%啊，对不对？啊，50%的钱走倒去啊！我唔免讲，你大家去想看卖，这50%的钱哦，吼，啊，但你遗产税还袂开始纳哦，将来可能就纳的。这借钱变安怎？这都是现在诶，所以讲说外币啦，变相的外币本身的问题。所以在这款的情形下是财政的规律啦，破坏财政的这个恶化。这种的财政的结构性的失衡，已经啊，不是用减少咱的债务、减少红字都会通解决的。另外啦，因为财政各分配啊无公平，哦，有诶部分啊资源太多，形成不当的浪费；有的部分啊资源啊抢少，地方政府甚至啊借钱来也发薪水，造成政府的负债啊愈增加，这拢必须。下定决心啊，做改革啊，啊，就是讲要改革迄个征关税吼，吼，然后这个三四个月啊，啊，规个咧，无啥啥，有勇气，无头脑，无实在，敢人一贯的，一贯的情形还是，这已经过去啊，发生在一边啊，我的时机也是完了发生，已经做未通啊嘛，这要安怎做？这都用头脑啊！实在讲起来，啊，这问题本身确定我会讲起。现在的负债啊，已经相当的惊讶。要安怎来？这负债，你都欠老百姓啊，欠老百姓啊，你要安怎还啊？确定啊，我会讲给大家听。这都是真重要的一项代志。第四项呢，就是过度的依赖中国，加深啊，贫富啊，差距啊。面对新兴市场的竞争，台湾并无掌握时机啊，进行产业的升级。一直追求啊，啥重要？低成本降低，一生产的模式，无去中国大陆，无法度出口，无法度竞争，因为中国大陆工资便宜啊。人济啊，无去台湾无法度竞争。啊，我是单纯的是我对你讲起，会使。你也无法度改革革新啊，咱的产业必须要革新啊，用革新的方法才有法度降低成本。啊，无买革新的方法呢，你无法度你就会使去中国嘛。安尼做阶级用人啊，大家你讲我封锁，无封锁啦，迄种好笑话啦。迄当初去中国大陆去投资的呢，是台湾占第一呢，投资的金额占。